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12月6日，温兆伦的妻子赵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，公开一段温兆伦父女拍杂志大片的幕后花絮。五岁的温柔美坐在爸爸身上拍照非常乖巧，一张小脸五官精致，遗传到父母的高颜值，颇有童星范儿。56岁的温兆伦也保养得当，儒雅帅气，单从他和女儿的同框视频来看，丝毫看不出这对父女存在51岁的年龄差。在这段视频中，温兆伦的妻子赵婷也罕见现身。赵婷穿着朴素的黑色大衣，口罩下的脸似乎是素颜。教完女儿拍照技巧，就双手竖起大拇指，鼓励她好好表现。照片开拍，她就立即退身幕后。有网友发现，赵婷在视频中的身形略显臃肿，留言问她是不是怀了二胎。对此，赵婷回复称，只是衣服角度问题。温兆伦的妻子赵婷素来低调，虽然赵婷也是演员出身，但近年来已隐退，不再拍戏，成为温兆伦背后的女人。前不久，赵婷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家庭日常视频，温兆伦在家敷着面膜，陪女儿玩手机，时刻不忘外貌保养。视频发布后，温兆伦在评论区留言，感谢老婆对他的皮肤管理。此前温兆伦曾透露老婆会严格监督他减肥，令他从发福大叔瘦回港剧男神，透露出日常生活中很多事都由老婆做主。如今的温兆伦已成为一名对老婆言听计从的好好先生，年轻时的他却是以风流著称的情场浪子。温兆伦的前两段婚姻皆以不太愉快的结尾收场，上一段感情刚刚进入尾声就立即投身下一段恋爱，还曾被曝向前女友索要分手费，被港媒封为渣男始祖。2013年，温兆伦和内地女演员赵婷结婚。据港媒报道，赵婷比他小足20岁，此时的他行事作风已经转变得极尽低调，就连婚礼都未向媒体公开。婚后两年，以51岁的高龄喜得千金，从此收心变顾家好男人，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带娃日常。去年8月，港媒拍到温兆伦一家三口回港游玩，夫妻俩在便利店买房产杂志，据港媒猜测，两人欲购置楼盘投资。温兆伦近年来长期定居内地，此次回港也是一家人住在酒店。在港媒拍摄的照片中，还未瘦身减肥的温兆伦穿着格子衬衫，身材微微发福，流露出明显的舒胃。一家三口出行时，温兆伦全程将女儿抱在手里，视女儿为掌上明珠，疼爱有加。透过照片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父爱。年轻时的温兆伦也许曾经不羁放纵爱自由，如今终于体会到家庭的珍贵，女儿可爱乖巧，妻子善于持家，生活的幸福美满。漂泊半生的他已经找到最温暖安逸的港湾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